这回使用拿来看，那还有没得那个野虫子？你才第一个搞的嘛！哪个嘛？你要喊我去江城去。哪里？他找不到。我说过了。要顺道啊，我根本忘了。哪个嘛？那边。小区那田个子脚呀。小区那个田脚哈，就是你屋嫂子栽的油菜。哦，就在那边。那还有一个疯子，还有两个疯子。哇，那草恁个多，那个是不是的？那属于就是那个洞洞嘛。哈哈，爱看那个那个。都飞都飞。喊他姐姐弄噻。丢在里头。嗯。你不是还有没有娃娃？我感觉有那种有点像长把点那种感觉哈。嗯。你是不是也说了？哇，才好多、啊！嗯，哇，那个好嫩哟。走，够了，那边那边那个多牛气过后，再来一吸到油来。走走走，你把去弄，走。这是长花虾啊！这个去砍砍个的吧你。那是长花虾。哈哈哈。我看你哪个？哎，看那个看，你还买人家女儿，人家女儿还看。那边那个那个那个啊，那个那个那个是的，那个那个是的。那边野蒜那是团的哦，野蒜啦。那个野蒜那是团的了嘛，那边那脑壳都是团的，那个才是。七十岁的那些野蒜都晓不得嘛，你意思啊？啊，那才是野蒜。你在东莞的好人，不懂那些死话吧？啊，晓得好的，原来我们在山上那个东大鱼的好美呀！哎，在那里吃绝对吃东大，炒肉是最好吃的。来来来，你老师说的，我给你带几块看。对头，要。快点。不过挖哈，带几块来看肉哈。看了哇，放心，哥哥带几块。怎么？给老师吃去。你好，看到吗？哦，好像多哦，这里土的。你好。你看，那挖个十个，你看了嘛？再过那去找噻，的哈。哦，懂得。爷爷，我往回头来就挖起去。你挖看噻，那个大哥，嗯。你没有？有，好大个个的。我起了噻，我个人都挖不起了，是。那个，那个才是的。那个才是野蒜。刚刚我们挖了是长板件，这些有，外头有，那就来看挖噻，那个都水井里头哈。嗯，我回去了。有，看到吗？谁呀？嗯，那个，你好。那也是啊。哎，都是好。你看那些都是的。那个野蒜，那个野蒜好大。那是野蒜之王。那个最大的哟。嗯。没有，可以。那我看起来可以。咦，哪能不起呢？哇，啷个那野蒜恁个深呢？哇，那野蒜好深咯，我感觉到。专门要大的，不要小的，那恁个多，咋？哇，那根，哇，那根肯定东大，那个才是正宗的野蒜，晓得不？那几根也安逸，好多。那几个也不赖，可以。几天了？那长在路上的，看那我踩到。那是那些过路的没踩死的。哇塞！
走走回去了。够了吧？看到了那缝高头有没得？你看到缝高头还挖呀？那里还有牛。够了够了。买柿子不？够了，起码吃两顿都够了。但是那个才是真的，真的。你哪里哪儿差点点儿？你刚才那个哇，准备个长白要挖了哈，是也是。真货，那个才叫正宗的土蒜，那叫野蒜，不叫土蒜。看哈那个韩菜，你全过程是哪个做的？你其实应该从菜然后到本了。你在养养？哎，还好。你看他那个身，那个腰杆好小哦，你看，像根线。那个叫大头儿子，小头尾巴。哎呀，茅草都弄回来了，你们在搞啥子？今天的收获还是不小哦。茅草的还没来的。走，